自然有输呢，三更半夜唔做了，你做嘛死骨头啊呀！你做嘛个屁咯呢？特别喺我啱嗰时要散完，所以我做一事嘢啊！哦，一事哦，哼！唉，嗯，做嘛？哎呦，你要做嘛？慢人啊，慢人侬讲法啊！哎，通过嘛，哎呀，不能，哎呀，有鬼啊！哎，听不懂哎。哎，有鬼！你怎么可以拉我的头发？你头发那么长嘛？哎，什么不是叫讲客家话？怎么讲？我这样讲，你要做嘛干咯？三更半夜做嘛？耶，你做嘛干？你坐哈。俺不是的，俺做得做，莫打白相阿等。哎呀，挨敌啦，挨敌啦！你嘛干？你敌嘛？你就会这句啊？挨敌啊！挨出去啊！做嘛干？失酒了。失酒了，失酒。啊？失酒。失酒啊？那吃饭怎么讲？吃饭呢？吃饭呢？那吃酒不是吃酒吗？没有，吃酒这个不能讲。讲啊，他重得住哈，讲重一点就讲洗酒。啊、嗯，爱、嗯哦、出去洗酒，洗会死的哈，洗会死的哈，洗酒。洗安多酒呢？老洗。哦里度啦，哎，哦里度啦，拉肚子嘛，哎，哦里度，哦里度啊，哎呀，是按多久了？挨住哦里度，啊，我都没到去呢，哎，啊，哎，谁贵啊？伢爸，伢爸，啊，这真的丢啊，都给来一个伢爸了，哎，阿爸，喜茶，哎，哎呀，天亮杯一杯不阿妹，哎。你讲慢一点啊，讲不是讲按脚，我讲我本来就动脚啊，哦，动脚，我讲动脚，我躺在说，啊，天亮杯茶一杯半阿妹一杯阿爸，哎，爱听爱听爱听，近半年啊，嗯，爱看到几只蛇妹啊，做嘛个？哎呀，按脚啊，按切了，哎呦，按痛了哟，你做嘛个？动蛇妹，你阿茶做的是吗？做得是，要吐死啊！哎呦，我就是唔敢食。哦，你今嘛讲啥？我都叫你唔敢食，吐死你！哦哦，吐死会吐死啦。嗯，你安不条冇做饭不碍事啊？我做嘛做饭不碍事啦？你做嘛敢唔做饭不碍事？你讲嘛讲，我做饭不碍事。啊，当你走出去，你就走进来咯。我做煮饭不碍事。你要买饭做了不碍事。我讲用客家语。哎，莫讲哎，动手动脚，还有几个啊？就动手动脚。你动手动脚，哎，就唔敢动手动脚啊？你妈个！哎呦！有毛病！妈个，按多分啊？对方什么人本来就要查分，查分怎么解？查分就查一点点就好嘛。妈个，查按多咧？我查几多？啊？那你冇查分了啊？嗯，来查一点点分啊？哎。做嘛该你只会笑啊？那难敌啊，难敌老公啊！你哈搞法做嘛该按你困难呢？哎，问你功法啦！你嘛该啊？他嘛该啊？你他嘛该啊？什么嘛该嘛该？你是啥是啥是啥？你只会这两句啊，什么你嘛该，爱嘛该，讲这。